下列的现象或应用，何等的主因是波的绕射性质造成的 ？OK，A， 琴弦振动产生驻波。我们知道琴弦的振动驻波的原理是两个波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的叠加。当你在琴弦波动的时候，本身产生的扰动还有反射的驻彼此间相互干涉所造成的，是波的干涉。B， 波浪进入潜水潭，波速变慢。这是一个波动进入到不同介质的时候，那么它的变慢是因为透射，也就是会发生速度不同，会发生偏折折射现象。C， 以 X 光照射胸腔照片，那 X 光照射胸腔照片的时候，会是利用怎么样？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吸收的 X 射线的不同，就会产生一些明暗现象的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吸收的组织吸收的关系。一，以 X 光射线观察晶体结构。那我们 X 光做晶体结构的分析，是利用这 X 光的波长跟晶体结构的距离接近，会产生一些波的绕射。OK， 那对绕射里面产生了一些彼此间也会产生作用，来借此来分析这个原子之间的结构。这是利用到波长跟我们的原子间的间距很接近的时候，它的波动就会产生绕射现象，就明显。OK， 一，阴极射线实验中，荧幕上的亮点会随着外加磁场的变化。那么，这阴极射线管就是从阴极会打出一些电子，它电子在磁场的作用之下，就会怎么样？会有受到磁力，那会偏向，而这偏向现象。因为产生的一个量感温度随之改变，这只是一个磁力的作用而已。所以这里面利用了波的绕射的原理，应该是 D，